大家好，我是台东市软线一趟的老板娘。我们的店现在有多卖土鸡的鸡肉河粉，然后鸡肉米线，然后鸡肉粥，然后鸡肉鸡盘，鸡肉鸡盘，然后鸡肉凉拌。因为我们的店本来是开在花莲12年了，我们都卖鲜鱼汤，专卖鲜鱼汤，无质的鲈鱼汤，无质的虱目鱼汤，还有鱼皮汤、鱼皮粥、瘦肉粥。然后现在我们搬回来台东快2年了，大家来去看看哦，很好吃，这是土鸡的哦，土鸡的肉很 Q， 很甜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